结婚的时候也有人会用这个鼻笛来吹奏。那有人在结婚的时候，勇士，我是在一边这样的跳远说，那成群的女性啊就会唱那个炫耀女子尊贵的这首歌哈，就是什么曹操啊这首歌，然后呢就会有就是有人会吹鼻笛在当中哈，然后就唱，比如说这首歌我来唱一段哈，就是炫耀女子尊贵的，这也是。女性可以唱的歌，而且是专门的，在排湾组里面，在任何场合里面不能随意唱这首歌哈，就是有人专门在唱的哈。围个圆圈圈，他们是互相唱哦，那个歌词就在那里哈，就是他们互相比较哈。你如果你要来娶我的人，好，那你要拿用桃核来做阶梯来迎娶我，这样哇，好难哦哈。好，就是来，就是他在表明他自己的有多么的尊贵，这样哈，这就是几个女性在互相比较。